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这是玩这个了哦。按下按钮，上吧。战斗开始。很小影子下来。是不是你差不多啊？差六万嘞，我本来在以柔情过后第一结合。安东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对呀。我又要复原了。地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捉机会，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。中炮弹了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技能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补生存奖励。按下球，厉害，是高级球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Treta 吧。Insert point 可以带带。开始 Pokemon Treta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Ninja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Yoga 战斗模式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设置你的车大吧，
按下按钮来举，凑齐三，上吧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厉害！中要害了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！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 Fireflash！ 对手也很有能耐，我比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。优出现了，效果显著。捕获模式，丢珠宝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。是神奇宝贝球，太好了，恭喜！加分。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成功交换神奇宝贝了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大吧。开始 Pokemon 缺大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优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要的 ，Reselia， Chestnut。一看超速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
射击，按下，后转，上板，金子 ，Michael，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打中要害了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小心啊！不要念，你所以憋死不会死啊，所以憋死有几个用？哇！而且你的憋死，第二回合，我刚刚我叫你把憋死就卡，就是卡的正常。你如果 HR 的话会卡的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中要害了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对手也很有能耐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如此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凤凰之刃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这是补生存奖励。哎，雷电不就是那种的光线啊，变成黑色的雨，是神奇宝贝球。是三连不过，是谁？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投两张。他投两张都行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点吧。Insert point。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凤凰高剑出来了。